欧宇航咧，其实系一位议员助理嚟嘅，咁啊喺廖立辉议员嘅办事处做咗6年多啦。咁啊，其实过去咧，你知议员助理嗰个位置都系负责接听电话啦，咁啊，无论投诉啊好，有褒有贬，咁啊，亦都接收好多唔同列治文山居民嘅意见啦。咁我觉得其实喺呢6年多期间，我都真系深深感受到列治文山居民佢哋无论喜同埋忧。好多时候做一个议员助理始终是有佢嗰个限制程度嘅，咁系一个助理，咁啊议员有佢自己议员嘅权力啦，咁但系区域议员嘅角色，我觉得系比较切合我希望做到嘅嘢，因为我对整体嘅交通运输啦，甚至乎警务啊，甚至乎系好多社会福利等等嘅议题，我都系非常之关心，但系正正咧，市议员就即係嗰個職能就掂觸及唔到呢一方面，咁所以咧我就希望能夠今次借住參選區域議員咧，能夠將列治文山市好多唔同居民嘅聲音帶到上去區域政府，等佢哋咧都能夠都知道啊列治文山嘅居民究竟響交通啊、警政啊、又或者社會福利啊、醫療啊各方面等等。其實是怎樣樣可以幫到他更加之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歐宇航 Terence Au， 列治文山市的區域議員候選人，過去6年半作為議員助理，為列治文山市民服務。在這個時候，我希望為廣大市民做得更多，請大家來緊的試選投我 Terence Au 一票。